我们在讨论这孤独的十个等级嘛，什么自己吃饭、自己看电影、什么自己做手术，就十级的那种。然后他就自己，谁会自己做手术？有，真的有了，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吗？啊，我以为是自己给自己开刀啊，自己去做手术，就没有人家属陪伴。对，然后那个主持人问我说：“你孤独吗？”然后我突然间，我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了，但是我当时是完全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在说的。我说我不孤独啊，但我就是有点寂寞。我们每天在外面工作，身边有特别多工作人员，或者说我们每天想去出去聚会的时候，都会有一大帮的朋友坐在你身边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嘈杂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，我确实一个人会觉得我还是仍然心里面空空的，很寂寞。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不孤独，但我很寂寞。